田大哥啊，哎，大家都知道您的另一半是唱花脸的王海波小姐，不知道两位现在有没有孩子了？我想这个问题待会儿再回答您啊。我要重申旧令了，因为进行到此啊，才颁了几个奖项，但是已经过去了一个多钟头，所以这30秒钟，请各位得奖人特别要把握一下。记得有第二现场。哎，如果您要是再超过的话，我这个服务生会送您到第二现场。还要给小费的。不过颁奖人也麻烦您精简一点，谢谢。好了，请回答问题吧。啊，你说我有没有女儿？有，已经3岁了，叫小叮当。3岁了，哎，那可以看电视啦。不但会看电视，而且是个电视迷。电视迷？对。怎么说？有一次我打电话回家，嗯，我一听就知道是小叮当接的电话。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哎，结果小叮当猜到了没有？当然猜到，他说你是田大哥。啊？小叮当喊您田大哥。真是个电视迷啊。由此可见这个电视对儿童的影响力有多大，所以我们制作儿童节目一定要审慎。接下来要颁发儿童节目的主持人奖跟儿童节目奖，为您邀请到的颁奖人就是在公共电视节目当中以启发的方式来阐扬爱的教育而广获好评的爱的进行式的男女主角。哎，为什么要请他们两位来颁这个奖，特别跟各位介绍一下，因为在公共电视里面他们主持这个节目的话相当相当的突破，而且亲和力很够，同时内容又非常的健康，所以希望将来的公共电视都能朝这个方向走，这样才能够引起更多观众朋友的共鸣。我们欢迎王道先生、林月云小姐。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各位晚安。能够担任儿童节目以及儿童节目主持人的颁奖人呢，我们感到十分的荣幸。对，尤其这一年来我跟王道一起参加公共电视爱的进行式的演出，对于亲子之间相处之道我有很深的感受。在一个家里面呢，父母亲的职责是要为孩子们建立起一个适度的规范，做子女的要在这一定的规范里去培养出独立自主的人格。当然这一切是要透过爱来沟通，我们才会有一个更幸福美满的家庭，更和谐的社会。对，专门为儿童设计制作的儿童节目呢，尤其能够看到爱的光辉。谢谢。我们颁奖。在广播儿童节目奖方面，入围的是小木屋警察广播电台、小小图书馆、军中广播电台、快乐儿童、中国广播电台。得奖的是小小图书馆、军中广播电台。小小图书馆。各位小朋友好。有人说一个人不怕口袋空空，就怕脑袋空空。军中广播电台制作这个节目，就是希望我们下一代脑袋不要空空，口袋也不要空空。所以这个节目受到评审委员们的肯定，我们非常的感谢。当然也感谢行政院新闻局主办单位的辛劳，更感谢国防部各级长官的鼓励。最后要感谢的是
收听这一个节目的小朋友们和你们的家长们，谢谢。在电视儿童奖方面入围的是只要我长大、姑姑感应圈、童诗童心。得奖的是只要我长大，花式。谢谢。好。在广播儿童节目主持人奖方面，入围的是白银快乐儿童、陈美瑜小小图书馆、朱颜小木屋、中宁儿童世界、平平安安、平平与安安。得奖的是小木屋警察广播电台。各位亲爱的小朋友，大家晚安，朱颜姐姐问候大家好。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在节目白银阿姨，我从小听白银阿姨的节目，我没想到我这个后生晚辈能够捧回这座奖。3年前我曾经捧回一座儿童节目奖，那个时候我外婆十万火急地打电话给我说，黄金做的东西你一定要用保险箱装起来。要感谢许多人，尤其是我们警察广播电台的张俊全张总台长，还有赵俊坚赵科长，使小木屋的节目能够开播，还有小朋友们的参与，使我们的节目更生动，还有小虎叔叔最辛苦了，他参与配音的工作，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快乐。警广的长官同事都非常爱护小木屋，使我们的小木屋很可爱，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在礼拜天晚上8点扭开警广的频道，收听我们小木屋的节目。那么我还要谢谢一个我最亲爱的人，当然我的家人一定会非常高兴分享这份荣誉，不过我最亲爱的人现在正在出差，所以我要把他特别提出来。林世谷，谢谢你。还要谢谢评审先生，谢谢。在电视儿童节目主持人奖方面，入围的呢有3位：沈春华、姑姑感应圈、赵婷、只要我长大、邝小平、儿童天地。得奖的是沈春华、姑姑感应圈、凡事。写他的电话号码喽。对了，这是你的手边这只啊，香喷喷的，不要看它其貌不扬哦，它可是身价。能够年年得奖，的确是非常的幸运。再次的谢谢评审委员给我的这份鼓励。讲得多了也有一点哲学，那就是将荣耀归诸以往，把眼光放在未来。能够再次以姑姑感应圈获得这个奖，我要感谢这个节目的导播屈威先生，还有所有参与这个节目的幕后工作人员，这群年轻人他们热情而年轻的投入，另外还有台视美工组给我们最大的协助。今天跟我一起入围的有邝小平和赵婷，他们两位也是非常优秀的儿童节目主持人，尤其是邝小平是我在福大的学妹，
我也祝福他很快的能够上台来领这一座奖。今天这个奖，我愿意跟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家人以及我亲爱的朋友分享。谢谢大家，谢谢。